脸都还是肿的，胡子也没刮，我操，忘记了。大腿用抱的。知道啊，知道可乐呀。等会儿，我的手机怎么放啊？我没有可乐的微信啊。我知道他，但我不认识他。我知道他，但我不认识他，没有微信。对，我这手机。中午好，真不认识，我真不认识可乐。对，是一种植物，是。哎呀，感谢我小黄送的粉丝灯牌。没有，我就先热个身而已。出汗了就开始练。你怎么看日本排海情况？我觉得原子弹的造成并不是跟那个北岛海峡大厦有一定的关系，所以我觉得那个人类的进步跟进化跟那个排海，我是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。
没有了，我过来这边出差而已。我没有长痘痘，你说这个吗？是胎记。不是你们为什么这么关心我的情感生活呢？你们为什么这么关心我的情感生活呢？我不打篮球。对，我也觉得他们想得到我，但是不可能的。我现在体重只剩140多，是瘦了，瘦了一些。那关心你什么？什么都不用关心，也不需要你的关心，是不是？怎么能让腿瘦？抽纸去吧。有些东西是天生的。我现在体重很瘦啊。我一直都有胡子啊，等会儿哈，别手机固定固定。真的，我真发现你们非常关心我的情感生活，一会儿问我有没有女朋友，一会儿问我结没结婚。谢谢你们。真的，你们比我爸妈还要关心我的情感生活。对，每次只要我一开直播，
都会有人问我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哪个是你女朋友啊？你情感生活怎么样啊？你结了婚吗？你月收入多少啊？你多大呀？好好好好好，好好好。我是觉得你们真的很闲，闲得非常的蛋疼。这有多重？10公斤而已，这个。雪松露，雪松露在哪里啊？啊？人在哪里？这会不问年纪了，不问对象了，问我在哪了？我在我家的健身房里。哎哎哎！对，到了，我得给他调回来。对，我是健身教练。要上课的可以来找我吗？好吧，如果有谁要上课的话，可以来找我。我是教练，好吧。好，关了吧。帅哥你好，看一下腹肌可以吗？美女你好，可以看一下你的三角肌吗？这开什么玩笑呢？推使我这么细算哪门子教练？肉体教练。对。他说，不是，你们真的好可爱哈、啊！一会儿关心我情感生活，关心我收入。关心我在哪里？
关心我的职业。还有什么？关心我推得多重，是吧？还有什么？还想看这，还想看那。我就想不通了，你们看这么多东西，你们消化得了吗？是吧？某会所男模，对，你妈昨晚刚在这边待到3点多，刚走，一顿嗷夸，你懂吧？你妈一顿嗷夸。问当下我在干嘛？问现在，问点有用的东西，好吗？我妈不就是你奶奶？你怎么好意思说呢？你妈就像这俩哑铃一样。来吧，没关系，对于骂人我还是很喜欢的。我本来就喜欢骂人。今天胡子好多呀，这裤子没有链接。对，我也不太懂，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嘴巴那就借得跟个他们没边的一样，就跟那个算了，太脏了。没关系，我不会有作品的，请勿讨论低俗话题。哎，完了，应该是刚刚那个妈妈去举报了，应该是刚刚那个男孩子去举报了，毕竟他妈妈一顿夸我，所以被举报了也很正常。嗯，是，好好好好好。我没有在杭州啊。
我健身已经十多年了，你信吗？没关系，被提示就被提示呗。压力不重，多年了，我今年三十整啊，三十整的话就也就练了十多年了呀。运动又没有分你的年纪，运动到你多少岁都可以运动的。你们不要看我的胡子，就我今天胡子没有刮，但是就是你们就是关注一下嘛。三十岁的男的还能有我这种状态，我觉得，很多，非常多。忘记带了，手套在楼上。把那个听说去掉。是校草没有错。不是，这是我家。不要来我这里打广告哈，什么湖南卫视全员加速中，那什么玩意儿，我连听都没有听过，不要来我这里打广告好吗？那节目没有请我去参加，那啥节目，那都没有鸡毛用。
本来就是啊，你不管什么节目，你只要没有太火的人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们又没有叫我去参加，是不是？和山木一样变成猛男了，啊！我什么时候变成猛男了？三太子又是什么玩意儿？啊？猛男，猛男三太子国宝，那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没听过。哦，熊猫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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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好，这么说，是吧？好，北京的熊猫，好。这么个事是吧？好。好，我在健身。你们跟我讲国宝熊吗？好，这么说，是吧？耳机，看不清。你们害我耳机突然间没有声音了。等一下啊。我耳机突然间没有声音了。
他妈的，刚刚是谁跟我讲说问我耳机是什么的？刚刚是谁问的？在武汉。刚刚是谁问我说耳机是什么牌子的？好好好好好，行，这会儿没有办法听了。好好好好好，行，这会儿没有办法听了。好好好好好，真没有声音了。好好好好好，这啥呀？好好好，好，好漂亮，真没有声音了。不愧是你们。好好好，漂亮漂亮漂亮。不是没电，是我乱点了个什么东西，然后声音没了。5点多还要去公司，不是我口头禅不是好好好。经常问我什么开不开美颜的事吗？啊，给你们看。平时怎么保养的？开美颜就行，不用保养，把美颜打开就够了，保养它干嘛？梅西中国血没有。
好，这女装会做，就做那种，就做那种 tea bag。哪有发型？正经说瞎话哈、啊。哪个女明星是你理想型？贾玲。我零二，我零二。好好好。
种房间太多了，小刘，这种房间太多了，没有什么用，得找那种。差不多就两个房间正好，然后是那种平层的那种，大平层，不要有这么多的格局的那种，你觉得呢？等会儿，换个位置。怎么这么黑呢？真的黑。是不是？有点黑呀。不练了，得上楼收拾一下。4:30了，收拾完5点多过去公司。有空晚上再给你们播吧，应该是没空。